放的力度好大。我为什么把它叫做坠子？为什么叫漂移？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潮。把车救过来了，也不能把车开到一个正确的一个路线上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快挂，切入打滑。第二，方向盘一打方向，如果急打方向会很滑。第三个，刹车很容易，你们在转的时候中间。中国。